我觉得好声音对我来说意义很大的，因为它真的不用去跟我的脸去对上来，好声音就是哦，我听你的声音唱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我可以转，所以我觉得对我的认可是更加倍的。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很幸运了，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。你若能珍惜到这一点，就是很好了。我就可能近两年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。我前几年都是在一个很痛苦的，就是说我要被看到啊，为什么大家都不去接到我唱歌那个状态。然后到现在发现我所有的舞台都去过之后，你会更迷茫。因为你之前你会觉得我要去到那个舞台，那个舞台我去到那个，到了以后，到了以后就是我要去哪就是你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就是很奇怪，我觉得这种状态。但是我知道就是我肯定要继续更好的唱歌，但是我发现就是那我该做什么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了。一切都正常，应该称为幸福的烦恼吧，这个算是。对，有这种烦恼其实很多人倒也羡慕你。对对，就这个让我不要咬指甲，就是我现在终于我看看见了，对，我真的不咬了。对，你会还是有欲望咬吗？有，经常就是然后就会打一下自己，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卫生，但是我成功了。你知道什么是凡尔赛吗？就是明明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还要说没有没有，我以前拍的都很不好看的，他们都说我不好看，你这就叫凡尔赛。你明明就很漂亮很美。我们小的时候一定会自以为自己是不错的时候会被人家打击过。嗯一定会的。